讲吧。卢台长好，嗯。我们的自己的业我们自己背，我现在看一下我爸爸。你爸爸是吧？对，几年属什么的？是户口本上写的1955年属羊，但是不确定。您给看看吧，人家说你能看出来。嗯，比55年大一点。对，对，所以那是属羊还是属马呀？你爸爸这一生啊，人非常正直，非常好，他怀才不遇。我告诉你，而且他犯小人，本来他可以甭穿上去的，犯就好被多这个小人，小人一搞，他掉下来了。是，特别鼓的，掌。这个是真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，你完全看，听得你懂，爸爸一看见台长掉眼泪，他就知道说对了，我能够理解他，我能够知道他的所有的身世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要记住啊，真的，好人也不一定啊有好报，为什么呢？他是前世有很多的冤结，明白了吗？你乖一点，对你爸爸好一点，学佛帮他念经，让他晚年开心一点。他脾气很倔，而且呢，我告诉你，他心中还有一个亏欠。亏欠一个女人，他觉得对不起她。谁呀？你妈呀！啊！不要紧张，好不啦？看你爸爸，这不刚刚擦眼泪，一听一个女人，紧张的嘞，眼泪都没了。我说你妈，听得懂吗？其实呢，你爸呢，年轻的时候，好几个，他有2个，对他很好，追他的，只是他大义凛然，我就不要。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话还没讲完呢，一个是我就不要，一个我就不要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看到一个跟他缘分很深，一个缘分很淡，听得懂吗？这就是过去了，就算了。你爸爸现在其实是腰部非常不好，牵引到他的大腿和脚部关节。我爸是那个脑出血，然后呢，那个，中风，哎，对，中风，嗯，然后的话就是可能脑子的现在恢复心脏，的还可以的，他有一个脚完全可以动的，只是另外一个脚不好。对，左脚不能动，然后左那手都也不看能见动，了，而且你爸爸。现在是左半边，左半边。对，前列腺爸爸不好，叫他要吃那种前列腺的辅助药。好。其实澳大利亚那个新西兰有很多的这种前列腺的辅助药特别好，你要叫好。他吃的。好。你们要听台长一句话。有些辅助品，你们不要以为不好。我告诉你们，人真的要靠调养的，吃就吃了，不要以为哎呀我吃上了，哎呀我不要吃。我告诉你，一辆旧的汽车就得靠保养，五几年的车怎么会没毛病啊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嗯，还想问什么？想求卢台长给我们做个加持，我做就个什么？做个加持，帮我吧，能不能啊，加做一些？持，加持，没有，我看那我个，都搞不清楚了。我看那个录像里边可灵了。加持要靠你爸爸自己要许愿的，你爸爸至少说我这辈子不吃活的了，或者我不不吃。吃活的，没问题，不吃活的。他能吃，他是能全吃全素不啦？
行不行啊？这辈子吃素的可以。可以啊。可以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吃全素，台长可以叫你在一年半到两年当中，我可以叫你站起来走路。像正常人一样站起来走路吗？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，就是。我告诉你，第一，叫你爸爸吃这个丹参片。丹参片。复方丹参片。心脏的问题是吗？复方丹参片要吃。啊，对。活血化瘀。好。帮他血全部通。好。第二，念小房子。那多少张？21张一波，不停的念。好。你爸爸过去有一段辉煌的历史。啊，有。我不能多讲。不太明白。听得懂了吗？叫他要把那段历史忘记，好好的，天天锻炼身体，做个快活的学佛人。好。身体最重要，其他都不重要。没有身体了，你还有什么？对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叫你爸爸要吃全素，然后要念经，开开心心。我会告诉你，很快，其实台长要他站起来很容易的。您试试呗。你试试，他要能站起来，我现在给你磕头。你主要是你爸爸还没念经，还没吃素，我会背很多的，你听得懂吗？我背。但是呢，我可以给他加持。加持呢，现在跟他讲话，实际上一直在加持。他的右腿啊，其实就蛮好的，好动的。你叫他抬起来，没问题。你叫他踢上来，动，动。右腿没问题。看见了吗？嗯。啊，左腿。左腿一点点，来，好。左腿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左腿可以稍微一点点。看见了吗？嗯。啊，好。啊，你感觉一下。你的腿热不热啊？腿热不热啊？我浑身都热。好，我现在帮你梳理脑神经，你看看你的脑子热不热啊？舒服吗？舒服极了。我告诉你，其实要他站起来很容易的，但是要记住啊，叫他一定要吃全素，好吧？从今天就开始了。太好了，你爸爸是一个好孩子，非常正直，非常善良，他只是脾气太倔，得罪人了，人家一直揪住他不放。听得懂吗？过去，我说他过去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要叫他好好的想通、想明白，身体养好，开开心心，能活着就是你的本钱。人什么叫本钱呐？本钱，钱不是你的本钱呐，你的生命才是你最好的本钱呐。差点丢了，你看看台长，苍蝇都不打的，全部赶走，好吗？好。那个叫你爸爸要当心前列腺，多喝水。好。喜欢喝茶吗？不喝茶。不喜欢，要学会喝茶。年纪大一定要喝茶，因为你爸爸过去喝酒太多。哎呦，我不喝酒，我一口都不喝。早就不喝，喝过的。喝点葡萄酒、啤酒，其他葡萄酒、白酒不喝，喝点葡萄酒，红葡萄酒，很会喝的，快的不得了，我都能把你过去拉回来，看，您给看看得了，太正直了，他这个人脾气太倔了，你爸爸脾气太倔了，非常倔，不好，要变得软一点。明白了吗？我问你啊，牙齿硬还是舌头硬啊？
牙齿硬吧？牙齿怎么都掉光了，舌头还在啊？明白了吗？叫你爸爸不要难过，他一定会有恢复的这一天的，叫他好好相信菩萨，告诉你他身上有护法人保佑。是吗？好了，最开心了、因为你爸爸如果没有护法神保佑，两年左右，过去两年左右，他有一次差点死掉。对，鼓掌。有一次从梯子上掉下来了，特别高，听得懂了吗、这次走掉就走掉了，人两腿一蹬就死了。对，所以我告诉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好自己的生命。生气了，生气，我告诉你对别人没有一点损害，唯一的就是损害自己，所以不要生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那我爸有护法护身怎么还会这样呢？怎么怎么还会这样呢？之前是因为出车祸被人撞出十几米，然后本来人没事的，结果在床上躺的，然后就我就告诉你，他脾气倔啊，他自己在里边气的嘞，这个气乱撞乱撞，血管有的地方呢不通，一堵出血了。哦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所以一个人不能生气啊，气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？肝呐、所以肝火旺啊，火气大呀、所以一个人肝不好就容易发脾气，你天天生气的人肝就不好了，所以不要生气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了，给他每天念大悲咒7遍，7遍，心经念21遍，21遍，礼佛念1遍，这是开始。好，然后往生咒念21遍。好，你看看你爸爸精神越来越好，明年我来的时候他一定站着跟我讲话。太好了。有什么问题去找他们共修会，他们这里的共修会孩子都很纯洁的。好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包括前面那个女士，把你儿子带到共修会去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。好啦，好吧。好好好，帮爸爸放放鱼行吗？行啊，这边怎么放呀、新西兰没法放鱼啊。就是你问问这里的共修会吧。好吧，爸爸出去问问共修会，叫你爸爸看看我那个白话佛法书啊。行，你爸爸会看了很开心的。好，每天看了就会开心了。好，老人家你记住了，一辈子有很多人欠你的，也有你欠人家的，台长都看见了，别人欠我们的太多了，都平了，所以不要生气，不要老记住人家欠你的，记住了，你也欠别人的，明白了吗？好好，好了，好，看见吧，台长告诉你们啊，人心解通了，想通了，想明白了，什么都放松了，明白了吗？